NCT 金道英提到 SM 挑选主唱的方法，在歌唱比赛被选中，去到公司进行个人面试，在2至3个小时内唱超过10首不同风格的歌曲，试镜1个月后接到合格电话，第2天开始成为练习生，但练习生期间还在耳鼻喉科接受过声带测试。